市长谢国梁与成功国中东光国小棒球队选手一一握手，恭喜他们在基隆市选拔赛荣获冠军，将代表基隆到嘉义参加全国赛，并致赠选手加菜金，勉励两校的棒球队投出胜利，为基隆争光。成功国中跟东光的棒球队荣获113年阮氏棒球基隆选拔赛的冠军，也要代表去嘉义参加比赛。我想这边大家都表现得太棒了，也给自己一个掌声，大家说好不好？好。这几天有去全中运动会了，我们都还有派遣体育防护员啊，来协助他们做更多的恢复跟复健等等。所以在这边鼓励大家继续的努力，为基隆争光，为台湾争光。基隆，基隆，基隆！市长谢国梁也勘察成功国中去年底完工的活动中心，并表示是否支持体育运动发展，期盼透过舒适的运动空间和学校携手来培育体育人才。记者黄志生、陈淑平，基隆报道。